卖抗头抗面，我先确认伊的身份。我在底下。远远看，佫真正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安尼看，嘛看袂出有啥无同。啊，不过伊的面五郎大大步，加减有暗看袂好过，佮加上即嘛是暗暝，嘛看无啥清楚。过来。这位古里的棍啊，今日那变个这么听话啊！我要给他处理，我当然要先给伊弄高高啊！啊，若无那是搁走去就废去啊呢！你顶回给伊绑到那肉粽同款，结果安尼扭扭的同款啊，这血龟嘛是闪过，伊龟身骨头就有力的啦。有了些麻烦，我就先处理啊。君啊，什么叫做太平饭有食，要食卡无的饭，就是在讲一款公道啊。我给你这样最好处理不来，那你我只好给你处理掉，你都一路好行。有什么遗言，还有时间讲啦，我再考虑，看有要替你完成不。好啦，啊你回验过啊，即马换我要验血啊，我穿好啦，你着看我详细。Ryan， 是。好嘞，那是安那？拄则毋是讲好一人一千？那你的清华遐尼准，一千都可以带起来啊！我哪都还搁补一千啊！即嘛是安那？拄则我等好你投民众，你即嘛雄雄救度是准啥？你放心啦，我用我的人格做保证，绝对无留犹豫。啊，不过我嘛唔知影你手头还阁有啥，所以拄只都滚阿去台画面，就伫阮的手机啊内底。只要你卖五百来，我嘛绝对袂出卖你啊。慢条啊，我早就知影你的讲话不算话，你真正是卑鄙小人。你是要继续吗？还是咱要完成交易啊？啊啊啊！送出去啦！万条万，你想是讲话算话，永远替阮爸报销这个弊病。孙立天，老公啊，那处理一下，慢行来。
小等呢。你准备安怎？这年就急要离开了。废话，都讲那尸体，我当然赶紧处理掉。无你要处理啥？啊，拄则我唔肯开枪，你认为我挑工闪避啊？无要签投名状，搁这年啊生气。我俩准讲，你会把尸体留点遮，交我来处理。啊，你开枪杀人，我处理尸体。啊！你嘛算是另外一种投名状。你陈忠信遐尼成功的人，哪会落到去啊？讲几波你要处理尸体，都给你处理啦。即马报一千。应该够会不到啊！拄则唔开，即马要开，你到底要创啥？这枪若对伊个头壳顶弹落，唔知有啥物情形呢？哼！我想袂到你这变态，人拢死啊，搁要甲人平头？不过那在世时阵真歹看面啊！伊死了，你搁要甲毁哦？你唔敢咧？是要唔敢啥？要个病头你就病啊！龙俊，准备落去啊！早签晚签，拢赶快是有效的投名状。你要跟我敲白单，做你来啊！这枪若开落，恐惊都袂翻头啊！我会记进前，伫阿高清影兄弟去进水的时阵。你讲过啥？你讲随着我处理，我你当那无去啊，你嘛袂听嘛？你真正少了解我。顶边是叫阮某囝来现场替你解围，这边阁怕什么叫谁来替你解围？都是赌，我袂抢头名状，留这个枕头给你就好。我万条万今日偏偏都要做一摆，互你料想袂到的代志。我哪会这么呆？想过看见万条万的戒心，陈秋英阿个真有可能死伫迄只，啊，不过就算我硬强调的，无救的，最后尸体嘛是同款的鼻孔。陈忠信，你敢骗我？滚！他妈的！老爷，滚！不要再滚！刘安，天气无生目睭，你确定你要搁开了？我无不开。陈忠信，我拢已经看过了，你哪会无讲道义啊？是恁人
爱博阿叔阁唔认同，而且是我陪阿偷鬼食，那是我无讲道理。你到底是要赢这场，还是要赢以后一世人的好处？你用诡计，把草原 USB 骗到手，表面上是你赢，不过草原一定联合外勤加五三集团，社会来对付你，是搞你的路愈歹行。我苦劝你，上好是赶紧认错，把物件向草原，安尼大家才会当继续合作。啊，若无，若是拆破面，对大家拢无好处。你敢确定？伊会想办法替我把这 USB 给摕倒去？我已经知影伊个物件藏在倒，我会替你个物件偷摕出来。武林讲了真有道理，通俊 ，USB 平音。把台武器放落来，赶紧离开这。刚才枪声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啊，别再继续留在这。万条案。你这个步袂歹，叫嚣真好。今仔日啊，咱算无输赢，咱这局还阁继续。我等你。叔啊，拄只看到你去到丹阳去，也真惊着的。我规个人袂输，死一半去啊！以后不准安尼走来，我无想要去看到这种危险场面。是的啦，我是因为银行看到你受伤的样，所以我就大主大义，偷偷跟踪你啊！好佳哉，你平安无代志。你若真正有当中想太死，我嘛无想要活啊！我要跟你讲呢，讲话，讲你死。讲过啊！好佳哉，我倒三工着，我总算有淡薄路用啊！呀，快等！想袂到万夫人会冲出来破坏这局，真正让人良心未够。看起来有人三分七票拢赔了了。行，等你再讲。行。哎，两卡。会听袂？会听就表示啊，伊还佫活咧啊。行。